今天发现小马犬的两条后腿各长了一个狼爪，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缺陷，但我不这么认为啊。我带的第一条警犬也长有这个东西，但在训练和使用方面就非常的优秀。当然了，这个狼爪会使犬在运动的时候受伤，这两天我们就会给它处理一下。这个方法可以有三个作用：吹马鞭、人中间的投资作用，看貌似的抛打从中间看到，安全与稳定，现在非常好，也不能过。